你好，我来自怡保。怡保是马来西亚碧玉州的首府。听到怡保这两个字呢，就联想到三样东西：美食、美女和山洞。怡保呢被很多山围绕着，所以也叫山城。怡保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。来到怡保，怎么能够错过怡保白咖啡呢？事不宜迟，喝一口再说。香浓的味道在我嘴巴里面打转着，再来一口非常美味的烤面包，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。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到处去玩和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美食。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这有什么好特别的呢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玩喜欢吃吗？而我呢，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同，因为呢，我喜欢把吃过的、玩过的都记载着，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。我身边的朋友呢，一旦想到吃、想到喝，就想到我。每当我把这些资讯分享给他们，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可以成为旅游节目和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把更多资讯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当一个主持人，除了可以把资讯传达给大家，还可以把正面的观念带给观众，以勉励大家，所以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。我希望可以成为你心目中的甜心主播，在荧幕前带给你欢乐正能量，所以希望你可以投我一票。投票方法有两个，方法一，只要你到 www.vjsearch 注册成为会员，然后选择 VJ178 陆佩仪右下角的 Good 点击就可以啦。方法二，只要拿起你的手机，以 SMS 的方式输入 VOTE 空一格 VJ178 发送至36266，能不能闯进六强的命运靠你了。我是 VJ178 伍佩仪。